Hello， 大家好 ，Ray Wan です。这一张狼牙排球拳的雾田克斯，极限正觉醒了嘛？那么这一次想要拿来尝试用一用啦。马身后那一匹狼，很有趣啊。哇，亚木甲的那个狼牙风风拳到现在都还没有一张比较好用的卡，继承他招式的人已经有了。应该说这一招是融合天津饭跟那个亚木甲的那个招式啊，狼牙风风拳 mix 那个排球拳，呵呵，非常有意思。然后这一张卡的话，在最初时看到能力的时候，其实还蛮惊艳的啦。虽然后面仔细想想，还蛮难用的。OK， 这边的话就我们稍微来看一下。队长机就不管它了，没什么用处。必杀技 level 15，一回合攻防上升，超特大伤害，然后防御大幅降低。再来就是被动，自身的攻防 50% 提升，登场五回合内攻防 50% 提升。必杀技发动时，攻防 100% 提升，敌人一体时必定追加攻击，且中确立必杀技追加发动。这个是中确立罢了啦。再来就是攻击的对象处在防御低下状态的场合，攻击时攻防再加 50%。 老实说，这么一次叠上来，其实看到还蛮震惊的。可是实际上因为那个五个回合就限制了。再来最后的一条被动，攻击的对象处在防御低下状态，那这个的话也就只有战斗路，其实现今啊也就只有战斗路会比较好用，才能对方才会降低攻防嘛。然后如果是在正常的超长馆来说 ，GT 悟空传啊，然后北极大传啊，都是没办法的，只有前面的那一两回合一两个阶段有罢了，后面的阶段就不能了。OK， 这边的话这一次就想说来尝试用一下啊。最大啦，他单回合三发必杀技啦，还蛮不错的。然后潜在能力这一方面，我是点的15彗星，我算是懒惰改。我在想，其实有考虑过啦，可能就是九连击12彗星这样子。不过算了啦，免费卡这张应该不会太常用到。连接方面就普普啦，没特别在练。OK， 这一次就把它拿来用在极限超级战斗之路啦。融合类别。免费卡，不是，这个饺子人可是实抽卡呢，超强的那个自爆客，OK， 那这边就是给他们处在180%的队长，记下来出发吧。然后刚刚做搭配是这个 Blue Wish 啦，连接没什么特别，但是至少有一个 extra 的辅助啦，收发也就还不错这样子，差的有点远。嘛，这边的话，我们再过渡一下，顺位这边过滤一下。OK， 潘德鲁，怎样敲都可以了，没什么太大的影响。最后的话，先来一个 Wish 吧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哈。16换18换，哇，这个饺子人真的是猛啊 ,18 万的防御力。OK, 这次就带着他出来好好的游玩一下。49% 的回避力，简直就是不要再太多赞。我同面 Blast, 二连击 ,Nice。OK， 饺子人来了，杀！328万，此要。虽然说这一次的主角不是饺子人啊，但是他依旧让我震撼啊！每次都这个样子，太猛了，饺子人真的是太猛了。OK， 把他打得要死不死就好了。两发必杀，攻防。攻防上升，防御力，然后又有中确立的回避力 ，OK 的，哇，完全没有连接，呀呗，我看一下，应该是没什么影响了，就一个合体战士跟限界突破嘛。如果这样移开的话，完全没有连接，没有连接开不到必杀。OK， 暂时就这个样子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雾田克斯现在在开了必杀之前是83000。83000嘛，然后开了必杀之后是，是因为对方是处于防御低下，所以是150%提升。8万的150%就是12万嘛，就有20万的防御力，20万再乘一个这个30%就60万，就是有26万的防御力啦。必杀之后，攻击力的话，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看吧。
My God， 就这个样子。 哦，披萨在这边一定痛，不过有一个 Wiz 应该没问题吧？哦，16万好痛！萨狼牙排球剑283万，没有 extra 的特别提升，而且它的演绎非常有趣，那个雾天克斯的演绎超有趣，哈哈，啊啊啊，没戏，287万，卡梅洞洞拳是吗？我忘记掉了，鬼派洞洞拳好像还是洞洞鬼派拳气功拳，哦。 多多哈密哈，洞洞气功拳，哇哦，竟然这么多，嘿嘿，多随意随意，阿里，三颗珠，五颗珠有，这样子吧。 这边的话就没有 extra 的加工道具，哎，减伤道具啊，不过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啦。哦，371万，脚趾人果然赞，才Q的，敲慢，哦，13万罢了，哎哎哎，被克数敲才13万罢了，有够持有，只能这么说，好强啊，脚趾人，林真强。 OK， 敌人剩下一体的情况下，这边顺位也不是太好，也不需要回血了，83万应该是扛得住，应该不至于会被打死。好，那么就直接上呗。看呀，79万，哦，好猛，283万，攻击数值是一样，但是多了连击，卡哇伊，连击，哎。 再连击，啊，连的个普通，好寂寞，还369万，洞洞鬼魔拳。明明同样是免费卡，雾天克斯，你可以努力一点吗？哦吼，这边的话，可能会一轮就给脚趾人给炸到光了喂。嗯，梅子迷。 布马会一个血，好痛啊！他是需要攻击时血量在那个以下吗？去啊！哦，没有没有，就是哦，血量50%以下他就直接触发，好久没用了，有点小遗忘。OK OK， 那么就随便吧，随便敲谁都可以，反正都是死到七七八八的，死定了啦。 哎，49%的PVD，我们的潘德鲁真的是只要耶，他的这个辅助能力，然后再加上他的防御力，很好用。我们的主角被掩盖住了，940万，哈哈哈哈，哦，莫西瑞，哎哎哎哎，亚贝，也太亚贝了吧，基本上是清干净的喂。 OK， 好，这样子的话，刚好啦，刚好他的就是状态，目前的状态可以让这个雾天克斯发挥到全力啦。嗯，目前敌人就是剩下一体嘛，就有追加攻击的可能性，然后对方也是处于防御低下，而且还在5回合内。那么这边又有辅助，再加上不错的连接，好，配合这个来使用我们的最强状态吧。 再来最后就是把加工道具给它提上去，然后9颗珠，辅助上来，最后的话就这个样子。煞最强的雾天克斯，522万，哇，紫薇，这个真的不错哦，不错哦。哎，这个从天津饭那边学来的演绎，那个排球拳，大家不还记得那个天津饭使用排球拳也是这个表情。 莫名其妙，他就用排球鞋的时候，脸一定要变掉，哇，我觉得好搞笑哦。早期那个鸟山明在做这些动画的时候，真的是觉得有够可以的。<笑>
很赞很赞。哎，对的，那么这边我们就最后了嘛，就随便把加工道具给他请下去就好了。嗯，哎，都完全没有连击，没有连击的话就就随便呗。嗯，饺子人，哎。我们的这个国旗大开不到招，开不到招就随意呗，反正是25万的防御力，绝对没有事情的嘛，而且还有一个 Wiz， 嗨，49%，哎呀，来呀来呀，49%的回避力等着你呀、啊，是不是潘德鲁強いな ？OK， 攻防降低。哦，饺子人，让你一展雄威，嗨，394万，哇！不过刚才那个900多万真的是太让人惊艳了。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嘞，他的彗星发动力量哦特别猛，本身有自带是吗？自带总切力彗星，然后我好像给他的彗星也是点的蛮高的，所以彗星很好，很好炸，好爽啊、哦！OK， 这一边的话，就打这一位吧。都是处在这个下降，然后最后当然就是还是一样啦，要的这个，七颗珠，国际大就解决掉这一边。是的，应该也是有一个500万的伤害吧，还522万，非常的固定啊。彗星一击，哎，这个排球拳，恭喜位哦，547万。如果是在敌人单体的时候，最大三连发了，妈，恭喜位。哇，现在的免费卡好像是不是加工道具开上去没有500万不可以这样子？哎，作为那种主攻卡来说，官方真的是我索罗斯。哎，全部回避搞搞，562万。没有连结的情况下，我们的极限战之后的提升人也才500多万，同样是两个加工刀机，而且也是有吃到辅助。嗨，我们的饺子人可以上到一线战场，22万的防御力。OK， 该解决战斗了。是的，反正有敲满，有他在就不担心会打输啦。好啦，啪，41000，血量还是没有到20%以下，再来多一发必杀，哦，476万，必杀，哦，两只都要死了，这样子的话，雅姆饭。动动气功 ，OK， 有没有干，还是死了，算了，就是这个样子了。我们的雾天克斯之旅，明明是主角，光芒全部被饺子人给掩盖掉了。不过刚才那个二连击两下下去就破千万伤害了，还不错啦，用了现在免费卡拿来打这个极限战斗路都是 OK 的，只要队长机。顶得住，那么他们其实还算是蛮强悍的，在这个阶段防御力这样打下去了，第一方是有降防的情况下，战斗路上啦，开了必杀之后差不多26万左右的防御力，然后两发必杀超过30万的防御力，基本上就是在战斗路上是安全使用啊。免费卡来说，老实说这个 Fusion 类别真的是简单过。好猛啊，只能这么说。OK， 塔诺西米啦，塔诺西米。好啦，这一张就是我们的狼牙排球拳的雾天克斯，表现相当不错。好，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还没订阅的朋友麻烦帮忙点个订阅，谢谢，じゃあまたねー。